时尚视角完整公开星宇航空全新 A350 机舱内装，20号起将上线直飞短程线亚洲区，抢先开卖。主打精品设计感的星宇，不少乘客还是冲着打卡必拍的五款机上特调，没想到解封后出国人变多，乘客点到供不应求。在起飞半个多小时的时候问的，然后我拿到饮料是在下架前大概40分钟的时候，我提醒空服员，因为我看我前后左右，包括后来点的人都已经喝了，然后我都还没有拿到。乘客抱怨不少，有人分享许多人都要点特调，空服员手忙脚乱，直呼太整空服员。乘客也频频催问，还有乘客说在降落前半小时才拿到，剩没几分钟拍完照直接干掉。甚至有人接连被送错两次，空服员光制作特调就忙不完，降落前一小时才卖免税品，但乘客仍在催特调上了没。的确等时间有比较长，然后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好像是要快要收餐才收到吧。空服员工作内容从协助登机、置放行李、提供抱枕、毛毯、报纸等服务，到一定高度后还得加热餐点、提供餐饮服务，最后还要收餐、贩售免税品、降落前安全检查等。以短程航班来说，要制作机上调酒真的是一大压力。如果以2至3小时的飞航时间扣掉这些时间的话，可以实际上实行餐饮服务就只有剩下1.5小时至1小时40分钟，所以在这个短时间内要做特别调饮的调饮品处理，相对性的这个压力跟效率上都要承受的比较高。星宇航空回应，有受到旅客反映，从元旦起已先取消冲绳短程航班特调服务，盼旅客能见谅。今天我们流行女者采访到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